就是你们这两个卑贱的神明的杀戮之多，总算没浪费我一株仙草。那样一个堕落的王国就不该存在。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杀戮之都的毁灭者。找死！风里有股血腥味，小五。杀神李黎在兴奋，像是找到了同类。海神之光的压制竟有无法隔断这种感应，必须弄清楚发生了什么。紫极魔瞳，原来是有人通过精神力直接锁定了昊天锤上铭刻的杀神领域。如此强大的精神力，此人至少是一位封号斗魔级别的强者。这些魂师实力不俗，若结伴同行则会。更奇怪的是，这里明明有剧烈搏斗的痕迹，空气中也有浓重的血腥味，为何看不到一滴鲜血？这声音是胡列娜？难道杀戮之王的实力深不可测？再这样下去，纪念小队会全军覆没。我的血液也在不断的蒸发，这都是你们造成的。你终于来了。为了等你，我才让他活了这么久。杀戮之王，锁定我杀神领域的人，就是你。唐毅，快！就是你们这两个卑贱的神明的杀戮之都，总算没浪费我一株仙草。那样一个堕落的王国就不该存在。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杀戮之都的毁灭者。找死！魂技居然凭空消失了！在我的杀戮领域内，一切魂环技能都无法使用。看来杀戮之都内不能使用魂环技能，也与杀戮领域有关。杀戮之王一人便能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领域，他的实力究竟到了何等恐怖的程度？如果你现在能拿出解药，我会考虑给你留个全尸。一株有益的仙草，哪儿来的解药？混蛋！我杀了你！好快，顺意。你封得住我的魂环技能，却封不住我的唐门绝学鬼影一纵。邪魔左腿魂骨技能苦经邪魔符。好强的力量，除了霍赛西前辈，从未有人能轻易接住这招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还未亮出过